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你现在收看到的是魅族 16S Pro 在和平精英里面所有都开到最高画质。我们的亮度是四分之三。我们的声音开到最大，86%的电。一刀未剪，玩3分钟，看一看会耗电多少。Let's go。感觉这一把就是个机场局啊。听声辨位啊，双扬声器，感觉是在我的右侧。哦，吓人呐！好，看一下掉电多少啊？一格微掉啊，骁龙855 Plus， 这个功耗还可以的。OK， 现在已经玩了2分钟了，看一下耗电，85%才耗了一格电，还是不错。前方有危险。哪儿有危险？别怕了，往前面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量一下温度啊，我们已经连续玩这个，玩了将近快半个小时了。我们来量一下温度。首先看到屏幕的正面是这么一个温度，大家看啊，屏幕的下部是这么一个温度。那在屏幕的后面再看一下，温度控制的还可以啊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白色的面板确实蛮好看的，也是现在目前唯一差不多的一个白色面板的手机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哈。OK， 这个就是魅族 16S Pro 的一个简单体验，三摄更好的拍照体验，更好的屏幕，更快的指纹， NFC 同样具备，而且差不多是加量不加价的一个售价，你会喜欢吗？同样的手感，记得持续关注我们哈。那么就送一个抽送一个送这个魅族 HiFi 解码耳放，85%一格电没耗，耗了一格电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